天呢，钟老师呢给我们分享的呢是会是两个环节的内容。第一个环节呢是一个多思翻译，多思翻译示范课。那么在这个环节呢是有同学和老师的这个参与，更多的是同学参与，然后呢老师来做课堂的观察。然后第二个环节呢，那么钟老师呢会就在第一个环节中的一些理念和一些做法呢，以及呢他本人所这个独创的这个2.0课程呢，跟我们的老师呢做进一步的探讨。到那个环节呢，同学们如果对翻译教学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那么否则的话，其实呢大家呢也是可以就离开了。所以呢，首先让我们来欢迎钟老师开始来。应该见过吧，起码部分见过，我好像上面点了过。李老师说今天我们早上的是一个示范课，这个严重了，实际上就是我决定了一个概念更好，叫做 changing parents。 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叫做什么换小孩去照管啊，换父母去赡养啊，或者换房子，你的房子交给我去给你装修，我的房子换给你，您去装修。我们就来是就是一个体验课吧，我也是来这里学习的，因为所以谈不上示范课。今天请同学们尝试一下，万一有一天你在我的班里上课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也把它叫做 changing face。 换到我自己的身上，我也想来体验一下，我到了中国，到了国内一个班里上课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丰富我自己的教学实践和体验，这是我今天想做到的事。那么我们有多少同学？是10个是吗？这里这几个是同学，太好了。梅南同学去哪儿了？一会儿就飞了。就那一个啊，所以一说到男同学，不需要用不定冠词，都是 the male student 是吗？都是 that student， 对，只有一个，很正常。我的班里头男生也是10%左右，你们这里10个是一个男生，很正常。大家拿到这个没有？有没有事先做一下？都做了，有没有没做的？勇敢一点，我也需要有人没做。有一个很犹豫的一点点举手，慢动作，这个还是慢动作。然后对，就一个，有4个文本吧，对不对？我先问你们，我先确认一下，选了这个文本的朋友同学举举手。2个，还有3个同学选了这个文本的同学举举手啊。3个，都3个，厉害的。选了这个文本的同学举举手，也2-3个，也是2-3个。看见11个同学，选了这个文本的同学了？没有，没人选这个。那我们11个同学，应该还有1-2个。好，不要紧。那我们讲慢一点，你们，今天我们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尝试一下。看自己的能力有多大，看自己有没有一些潜能是以前没有发现的，看自己的翻译有没有一些以前没发现过的一些能力或者做法。我们也来探讨一下翻译本身有没有另类的可能。我们也探讨一下，有些同学做过，我啥都没做过，我在短时间里头能不能拿出一个样本，拿出一个作品。我们也来探讨一下，我已经做过其中一个，我今天会不会愿意去改一个来做。我们也去探讨一下，我已经做了一个出来，比如说刚才那个证书谁做了？两位同学做过这个证书，也想一想，在短时间以内，我能不能想到一个另类的做法，跟我昨天做的不一样，尝试一下吧。意思是，我们今天就是尝试，用英文来讲，叫做 brainstorming，
什么听过这个词吧？中文译成什么？头脑风暴。脑风暴，给自己的脑子里刮一场风暴，看自己有没有第二种做法、第三种做法，然后看自己有没有另类的想法。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无论我们做什么，我能不能把我的做法讲清楚，证明它是可行的，是合理的，是我可以支持。我有什么理论框架就把它说出来，把它做出来，证明它是合理有效。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什么 brainstorming，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去探讨它，看是否可能。没有正错，没有正误之分，好吗？只要能说清楚就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要求，我可能会增加一个要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基本的活动。我马上讲到这一点，再马上要重新去看一遍这个要求。我先看看有没有同学把已经做好的给我看一眼，看有没有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好的作品。在 U 盘里，哪个同学对自己的翻译特别满意的，我们上来先分享一下你。这样的话，先分享你的，可以吗？大家紧张吗？实际上你看我比你还紧张，我就靠这个水来维持自己。或者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手机连到这上面？手机能连到。就是我们组就看到这个译文的时候，就写出了想要的风格，就比较简洁嘛。然后在这个东西在在外国人看来就比较就官方的那种东西，所以我们翻的时候就尽量简洁，然后用的理论就是信达雅。首先这个题目就可以体现出它的简洁性，因为没有翻书什么 A honors or A disgrace， 好，就直接说 A thanks。好，等一下我们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来阐述你的语法。我先问一下，你在用这个做这个翻译的时候，你刚才说你是为了翻的忠实准确，用了信达雅的方法，还用了什么工具没有？用了什么器材没有？用了什么？那个翻译的那个字典。字典，用了字典。电子字典。对，用了电子字典。字典啊，对。再一个是，就对了这个东西就百度了一下。啊，百度了一下。这个同学为了翻译，用了起码三个工具：字典、电子字典和百度。我觉得这在今天的翻译里头已经是最起码的要求，在目前这个行业里头可能还要用到最更多。除了这三个，有没有其他可以用但没有用？讲讲下一次如果要再翻这个还会吗？可能去查一些外国在宣传他们某些理念的时候会那个翻译的译本是怎样。OK， 看一看在国外如果做同样的翻译，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甚至什么样的风格。好，那我今天给你一个挑战，在这里还有谁做八荣八耻？两位同学，三个一起做还是分开做？一起做。你们下边要做的练习，或者三个人一起做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出来，或者两个人继续做这个不同的版本，另外一个人随便一个人去做另外一遍，或者把它两个可能，或者把它重做一遍，用一个新的方法做出来，或者去选择另外一样东西和其他人组合重新做一个。你们三个人里头有一个人出来好不好？我尝试一个人可以吗？我们先把你这个留在这里可以吗？出来了吧，这个对，那你我觉得这个东西讲的已经很好。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重新选择一个版本，重新选择一个译文去做，或者做同样的译文，做一个新的方法，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看行不行？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可以一个人做，可以两个人做，可以三个人做，但是要做到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你要想，我做的什么任何一个作品，可以有用什么理论来支撑它？可以用这里的理论，也可以用你知道的其他的理论。我相信，除了这里信达雅或 dynamic equivalence， 还有 functional translation， 还有 plan-based translation 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你可以用到其他的说法，也可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做到的，就是要标新立异，看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个不同的东西。另外，最后一行看一看，力争效果最大化。我做出来的东西，我想达到的某种效果，它这个效果最大化、最有效化。而且你要想清楚，我要做什么效果，把它做出来。再一个，能够做出自己的个性。现在这个时代，中国有8000个 MTI 学生，如果你除了标准的翻译以外一点个性都没有，你也很难生存下来。能不能做出个人的想法、个人的风格或者小组的风格，然后呢还可以言之有理把它说清楚。还有一点，刚才看到这位同学的是语言的对等翻过来，热爱祖国，不要什么背叛祖国，拥护者，想想今天有没有其他的翻译方法，用其他的语言符号系统尝试一下。这样子吧，先给大家先去找自己的组员，或者跟昨天原来的组员在一起，或者组成新的小组，或者新的两个人在一起也可以，去想想什么做法，然后用3-5分钟时间试一下，好吗？5分钟时间。有没有问题？老师，我跟主做的可能跟其他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您做的是什么？我做第三，我们做的是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对，我们是打算做的视频，但是我们这边还没成型，就只是做了个音频。好，如果你想做的是视频，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做出来。你能把你们的想法想清楚，然后做一些效果图出来。你想做什么？我们今天要效果，要 models， 要模型也可以，不需要作品。那如果你有另类想法的话，那你就把这个另类想法想清楚就行。还有关键的一点，等一下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作品分享的展示。做这个作品分享的展示时候有2个步骤，其中一个步骤是这个，所以这个对你们尤其重要。一个100字的说明 statement， 把自己想做的、想做什么、用什么方法做到这个作品，然后要达到什么效果，你的目标受众 target audience 或者 readers 是谁，把它讲清楚，用100字，每个人都要做这个。那么要做出2个作品，一个是自己的方案，100个汉字的方案，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作品或者你的作品效果图，可以吗？先给大家5分钟，先去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伙伴，然后我们再用15分钟把作品给做出来。你们打算是跟原来伙伴是新伙伴？就跟原来的是吗？好，你们三个还是在一起，还是分开出来一个人？你和谁？你和谁？起码要对，你们，那你们起码调调位置可以吗？你和谁？后边的，你们两位同学，好，那你起码对。我们今天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在，甚至可以离开这里，所有的吧。有啥情况需要？我们咱俩请
你们两个女生，好，非常好。那你们已经解决。先要把想法讲，这个一百次，那个一百次。你们直接就谈，对，太多了。你们直接就用合同的条件签合同的，因为等一下要做敲的话太慢了，就是。你们两个版本都很好，对于这个协议今天这个做法，你能不能从合理性的角度去 justify， 说的非常，用什么理论来证明这种协议的做法是合理的？我们其实昨天就这个两种办法了，然后但是我们这边觉得是第一个做法比较合理。为什么第一个比第二个？因为目的。假设你们三个人想干什么？那你想想，你是你。那你想想，你能不能从第二个的角度，专门去探索一下，专门去阐述一下第二个如何就今天这个，从什么用什么理论去做？那第一
也是工作对象。第一个不是吗？我觉得不是。对 ，OK。那你起码可以说我这个比你那个更加工作对象，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工作对象，还有什么？工作对象不仅仅是这个翻译的什么，或者我们其实想一想，翻译的是啊，就像是我们老师的翻译，是的。你们多少纠正了我对百度的一个负面的看法？这个吧，这个啊。你这个是方案是翻译？正在翻译、哦、方案在哪里？方案在这个、哦、三个合作很有效。这个在干嘛？这个在总管当领导好，非常好。你可以做书法家。有没有想出新的效果、新的方法？我们就是挑出来四点，因为最重要的4点信息就是这个学校名字、学位还有这个码，然后我们就把其他删了。把这个放在最上面，一看就是一个学生。你在今天出一个 template 是吧？知道这个什么 template？ 嗯，那个模板。但我一定相信，肯定有比这个更有效的模板。比如说这个，如果你这个想法也可以，实际上可以用 Excel 做出来。Excel 做出来意思，直接就在 Excel 里输入那个姓名，它就电脑。想想，你们能不能？现在能不能把那个效果做出来 ？Excel 和这个，因为，但起码如果做不出来，你起码可以提到这个，我将来回去可以。是，我相信除了这个，还有更好的，我相信肯定还有更好。所以呢，今天你如果能，你们三个如果能想出越更多的翻译方法。翻译本身变成一种设计制度、设计程序的过程，但是当你程序设计好，翻译一定牢固，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去翻译，你真的去牢固，就翻译更。你们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好好的啊。那么每个组还有2分钟时间，好吗？2分钟以内完成自己的方案。
完成自己的翻译或作品或者作品的效果。我们昨天晚上的。可以吧？那按了这个之后，我再按下一个。我没事了，那我们就直接，我们直接放嘛，放，然后你迅速对，然后我迅速点开，要把这个删了，好吧？老师，我们好了。好，没差了。压力大了，已经有同学做出一个独特的效果。我们马上开始下一个环节。你们做你们这个可以做第二个演示和分享吗？你们第二个，其他三组同学，你们自己谁想做第一个？你做第一个，好，非常好。谁做第二个？剩下的两组，你们做第二个，你们做第三个。记住，当你率先选的时候，你的机会很多，你可以选第一、第二、第三，对不对？上来。给你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第一，说明白自己的方案，或者给我们看你的方案，100字的方案。第二，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而且在展示的过程中，你可以做一些解释、讲解，告诉我们你这个作品是怎样去实现你的方案。刚才说100字的方案，对不对？我们做到什么？尽量让这个作品和方案吻合。最后说一说，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设计我们的方案和做我们的作品？道理是什么？支撑是什么？证据是什么？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的效果是什么？特点是什么 ？OK， 我们刚才说谁一个第一个，对。这位同学昨天没做吧，对不对？今天是第一次做，啊，所以其实是个挑战，很勇敢。在说我的方案的时候，我就简单的进行口述。我主要是用了那个刚才老师提到的跨符号翻译，也就是说符号和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因为现在呢，它这个是个大势所趋，我们在微信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原道文字呢，它有时候会很难表达出一些用图像很难表达出一些物象，比如说那个 science， 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个的话，我可能会借代英文中的那个 science 那个单词。其他的呢，用符号或者用图像来表示，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很易于理解，很多人就可以直接都能明白。下面呢，我主要就是我呢用的是8荣8耻。比如说他第一句话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话，我会这样表示。因为热爱呢，我们知道桃心本来就有一个 love 的那么一个象征。热爱祖国呢，因为我们是中国，所以我就画一个中国的国旗，然后咱们的五星红旗，然后外面是四个小星星，大概画一下，然后这句呢就是热爱祖国，因为它是为荣的话，我在后面会加一个加个等号或者不加都可以，这个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后面会加个对号，这样就表示它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然后危害祖国的话。我是选择把这个国旗然后中间断开，它断开的话相当于它是个破裂的，然后国旗呢还是要继续画，然后这个五角星，然后这儿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残缺这些小星星，然后还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对的，这就是危害祖国为耻，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设想。然后比如说咱们说那个团结以团结人民为荣的话，我们就可以画几个小人，然后把他们的手都连起来，然后那么这样就是那个团结互助为荣，损人利己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个比如说两个人在打架呀，然后这个比较难画。
张牙舞爪的，这个两个字，这个话不太形象，感觉这样的是错的。然后还有在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以那个崇尚科学为荣，这个的话我就画了两个人的头比较大一些，因为这个跟咱们的头脑相关，然后这个写了三次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不崇尚科学的话，你说明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就写个 nothing。因为我们知道文字呢有时候是让人感到很 boring 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我们用图像的话，就算一个小朋友他大概看到之后也会有很多一些有多少会有点理解。这一点我们看我们现在那个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大人然后小孩都喜欢用那个微信中的表情包呀，这个笑脸呀，这个不开心呀，大家都可以看懂。因为我们越来越像文，从文字向图像这么一个过程转变，所以这个方式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好，非常好，我可以站在前面接受大家的支持。对，我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第一同学们可以近一点，我跟你说，能把作品做出来是一种乐趣，能把别人踩下去也是一种乐趣。我们踩一踩吧，好不好？你们来踩。第三种乐趣是看着别人踩别人。想一想他讲的有没有合理的地方，或者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有没有同学跟他交流一下。我觉得就你看你第二个画的，一个是三个词儿，一个是两个词儿，我感觉那第二个词儿也像手拉手。对啊。这如果造成歧义怎么办？就如果翻译目的就是为了沟通交流，但如果你就是对方，就是我们有这个图案了之后，旁边也要配上文字，对不对？还是只有这个图案？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我刚才就想到，因为我画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这个很难画，对不对？很难画，说明它肯定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种方法行通呢，可能就需要像第三种一样加上文字，或者第二种那个说两个人打架有更好的方式，只是我现在一直没想起来。个人的智慧呢，永远都是欠缺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大家有什么觉得这样可以改善，都可以告诉我，咱们共同讨论。来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小人儿，他这样站起来，可以左手拿个刀，右手拿个手，然后两个人这样站起来，然后加上一些工具，就可以表示他们俩现在打架。还有就是，他确实会有一些东西会有歧义，翻译过多，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以文字转换成符号的这么一个翻译，如果文字过多的话，就失去我们原来的那个初衷了。所以那个应该是可以改一下。我说一下，他有一个精神可嘉，知难而上。我们做东西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如果是挣钱的话，找最容易的做，可以挣得更多一点。如果是 expressive， 表达自己的某些想法、情绪的话，可能挑难的来做，给自己一个挑战。但这位男生姓什么？小赵。小赵说的很有道理。你说的很有道理，讲这个东西，实际上歧义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让我一个什么想法，我们做翻译或者做任何东西，这个现代社会任何东西都是有风险。为什么危险？举例国旗这个样的话挺好看，这个样的话很可能违法。现在中国有国旗法了，所以你给自己制造个麻烦也挺对。我哥你没有想到这个，对，但是呢，不断的去探索未知或者可能性，本身是一种勇气。嗯，再最后再问一下，如果有人挑战你，你做成图像有什么理论支撑没有？有什么理论支撑？理论其实它是源于实践和生活的。对。那么我们为什么得出了那个跨符号翻译它现在这么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大家发现人们从之前去从那个象形文字开始，从图像慢慢的转化成文字，然后现在从那些复杂的文字然后又慢慢转化成图像。它其实不是说一种倒退，而是我们思想的一种进化。因为而且很多时候它图像是很直观的，文字是需要你去理解的，但是图像有时候它其实也是对文字的一种浓缩。你看到文字，你自然而然你会再阐释出它的，你用你的理解再去把它用文字解读出来，它只是一种简化。
因为我刚刚就说了，因为这个关于微信的这个老师您上次也讲过，所以我才就是想到了这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人们不管是不分年龄段用图像用的越来越多了。对，所以这其实你说我上次是哪什么时候？上次是在冬天的时候，半年前。那证明讲座还是有效的，李老师能多请我来讲两次，看见有效。对，上次就主要讲的就是用户体验。对，非常好，这是一种进步。而且说起来也不仅仅是更加直观，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进化到多媒体、数字在线、永远在线、实时在线，而且多媒体等等，对不对？我们在翻译上如果还是文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的出路不会太宽，不会太长。举个例子，以前每条街都有新华书店，现在你很难找到新华书店。你能看见，因为你住在大学，大学以外已经没有书本了。经常，我们在一个时代正在进入下一个时代，那么你今天这个探索很值得鼓励，精神可嘉。细节方面要想一想，怎么就像你说更难做，细节很难做，也有很多风险，怎么去把握它，怎么控制它等等。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他，就是你觉得你翻译出来这个作品适用于所有的场合，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吗？首先，我们说，如果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国际政治环节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官方的译文版本在那儿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蒙。因为当你让现在小学生，你比如我们从小其实已经开始去接触八零八式了。我记得我当时上小学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就那个是必须得死记硬背下来的，你背不下来不行。然后，但那个时候呢，你不觉得那很枯燥，因为你没有理解它，你完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在背它，觉得其实是很难的。如果你因为小孩子他的图像接受能力。这位同学问题很尖锐，我就年里藏刀的感觉。就是我认为他任何一个翻译作品，除非是他的这个环境已经很明确的，像这种受众很广，你必须要在你一开始就说明我针对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流传的，对，针对什么，就这是你最开始应该先说明白的。对，特别是如果我针对的不是小孩子，对。如果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视外交场合，你这样做出来。将来我跟你讲，如果我是你。再去深造下去，或将来要做一个毕业作品或什么，这是好朋友，真的，他一定会帮助你把作品做得更好、更深刻。对，就比较的。对，真正的好朋友，将来事业上的好朋友，两种，一种是你有问题了找他，这种；另外一种有个人问题也找他，都其实好朋友，真的，他能帮你很多。OK， 谢谢。你们可以一起上。啊，我们主要给一个人放，一个人讲。可以。或者一个人准备，一个人讲。而且我觉得现在学生很厉害，以前的学生是那个照相机一对着，讲话就变了，然后就紧张了。现在学生很厉害，对。好像已经有了。对。啊。你稍等一下，有了吧？他们是第三个幼儿园老师给孩子家长的一封信，你们看到的第三个文本。哦，我们先说一下，我们选第三个其实是很偷懒的，因为第三个它的受众人群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就省掉了很多麻烦。然后我们就先呈现我们的作品。Dear kids, the year of monkey is around the corner, and now you have your winter vacation. Good kids will go outdoor and enjoy the sunshine. Greet relatives and friends. Stay away from danger. Read more books. Play less cell phone. Tidy your own toys and clothes. And don't forget to record meaningful moments with pictures and share with us. Happy New Year! Love you all! 好像有朋友、有同学想鼓掌，鼓了一下，不好意思。这是你
刚才那鼓一声掌是谁鼓的？男同学是不是？就是你有机会去 impress your female PA students 的机会，错过良机。你们可以用100字的篇幅讲一讲你们的作品方案吗？因为我们这个篇章它的这个受众就是幼儿园小朋友，那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人群它的特点，他们这个我们用的理论是这个 target oriented translation theory，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们的认知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他们不太识字，那注意力也比较容易分散，那这个阶段他们对于图片和声音的接受度更高，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会比较敏感，那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文本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音频或者是视频的这种方式，然后再加上一些配上一些图片来将这些这个忠告来园长妈妈的忠告来传达给这些小孩子们，让他们记住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然后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们对于原文在这个音频过程中也不是一字一句这种逐句翻译过来的，我们做了一定的删减，然后提取了它每一个句子的核心成分，那这样子它比较简短，也比较容易让这个小孩子们他们能记住到我最核心的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的主要核心是这两个方面内容。字版文字版中可以看到跟原文对比其实删了很多内容，比如说第一条是要不要多吹空调，然后要去户外我们就把吹空调给删掉了，像那个第四条它原文是说多看书少玩手机少玩电脑，然后考虑到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不太会玩电脑，而且现在手机会更普及，所以我们就把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删减掉，因为我们要传达的是园长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孩子他能接受的信息基础的信息是非常片段的，所以只要把这个最主要的内容翻译出来就可以，然后我们本来是想传达的是一个视频的版本，但是因为这个时间还有种种限制，我们最后就草草的做了一个PPT， 加音频的版本，这个是我们的解释。我先说一下，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做任何事都在压力下，而且真的有一天你出去工作，你会发现 marketing 本身比 work itself 更加重要。你在做一个想法之前，要不断的做出样本模型或者效果图，去跟各行各业各方各面的人去交谈，去推广你的想法，去推销你的想法。那你今天在一个短时间里都可以把想法做出来，就很好。你可以想象一下，有朝一日。你作为一个方案、一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去推销你的作品，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做法，非常好。挑战一下，先给同学们一个机会，大家有，你们有什么问题，先质疑一下他。刚才他踩了你，可以踩他了。那我也要真的好。应该的。虽然幼儿园小朋友不识字，但是如果能在就是播音频的时候加上把你的翻译的文本加上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启蒙？他们多多少少简单的字还会认识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如说，如果假设你做成视频之后，就相当于是一个字幕的一样一个版本。我觉得没有这个，因为就是他这个他是幼儿园，那我们现在就是。中国现在，尤其是中国，他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是家里的那种小孩，在幼儿园这个阶段，他本身他们就是不会去学习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这个目的不是让他们识字认识这些，你的目的是把你的这些他希望他们要求来传达到，这目的是这个，不是说我放点文字然后他们看点文字。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想。中国的小孩还是给外国的小孩，因为你翻译过来是个英文的文本，这是给外国的小孩看。你可以看到我们做的这个PPT 当中很多图片都是用的是那个西方小孩的照片。那但是到时候实际出成品的话，动画可能要自己设计，因为那些图片都
没有摆脱。我们上次看那个十三五时，他们那个团队全部都是自己设计的动画，就用网上图片，甚至带有 logo 的，就是主程序的画师团队。这当然取决于我们要用什么场合。如果我们俩只是自己的一个小院，没有外国去看看，我们可能就随便做一下放一下。但如果说像十三五那样，政府给我拨个几千万，那我肯定不做。像你说的那样，我来加入一两句。我自己觉得吧，在现代国际这个领域里，我觉得人要能表达自己，能说明白自己的想法很重要。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孩子，我觉得我们教育经常是吸收型的，国外的很多孩子是表达型。你们今天上来讲，实际上就是学会或者练习或者改善自己的表达能力，能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特别是有理有据的用一个理论去捍卫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更重要。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下边要做的就是要想一想，我有一个什么理论可以支撑我今天的做法。还有一点。我们刚才说，我们要表达自己，要说明自己的想法，要捍卫自己的想法。同时，如果再能做到更成熟的一点，你提出意见，我想一想，其中有没有可以接受，再融合到自己的作品，那就更好。那位同学刚才说，上面如果加入一点文字的话，也很好。我一想也有道理，毕竟是幼儿园，他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如果能学一些文字的话也很好。我们说我们这个社会在进入多媒体，图案多符号是时代，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取代了文字，文字还在里面，而且还是一种最基本的这种文化素养和能力。那我想，哎，如果融合在里面也很好。回到你们自己，再用三言两语说一下，你今天这个作品跟原来的原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有没有一两种最大的不同？种类说种类，不说细节。首先是形式改变。对，然后再其次是你的风格改变。对，我加上一点，我觉得你除了形式和风格的改变，我觉得你们的受众他给 readers 也改变了。原来的 readers 是谁？中国的幼儿园小朋友的父母家长。对，原来说明清楚的是家长，你现在改成了小孩子。但也有道理，只要我们说明白我们这个作品就是作为小孩子看，因为是小孩子，我要有针对性做出今天这个作品，那也很值得一讲。意思是，如果我改变了什么，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支撑点，说明我为什么改变。最大的优点，在短时间，不但是把翻译做出来，把很多图片也做出来了，还有一点，可以把图片连在一起，做成一个讲故事，做成一个好的故事，这一点也是能力。编故事，实际上中国也很关注编故事的。中国现在经常讲要讲好中国故事，对不对？说明什么？我们有时候学习倾向于碎片化，没有办法把东西连在一起，讲成一个美妙的故事。那今天你们这个尝试就很有效。谢谢，谢谢老师。小赵，缺乏一点个性，我第一掌，大家不懂了，马上就进去了，而且四面看看，意思说不是我。刚才我们说第三组是你。
放在这里。首先现在能呈现的是两个版本，一个是昨天的，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用来跟中文原本平行翻译的一个，就是原来设想的是，就是一个拿到一个学位证书，左边或者上边是中文的，右边或者下边是这个中文的，一看就是字面翻译。然后我们想的它最初的受众是留学生，这样的话就是英中对调一下位置，或者是就是单纯的对中文文本进行一个翻译，哪怕就是到了国外之后，国外的有关机构或者学校也能够提取到你相关的学位信息。所以说我们保留了相关的中国特色，比如说信息量大，就是中国的特色。然后但是同时力求向英语靠近，比如说加了那个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就是来体现它的特点，这是一个学历证明，这是英文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然后我们今天改了一个新的版本，是这个是偏西方化的，就是这个已经不完全是中文文本的翻译，而是有一定的设计，或者是可以单独它这一页就可以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英文的学位证明。然后最上面是一个学校的校徽，然后其实除了名字之外，剩下都可以模式化，就是我们以图片 logo 的形式，然后给它，现在初步设想还没有实现的是做成 Excel 表格，就是每一个信息，比如说学历、学位、高校等，做成表格，这样的话，只要你修改表格里的内容，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学历、学位证明。然后最后是一个比较跨线，这个的目的在于。就是因为比较相比上一个是比较简洁，是为了突出重点，人名也是全部都大写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老赵提出来的，就是加一个二维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兴手不管是微信或者以后还有其他的应用都可以扫二维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的篇幅缩小之后，就是一个小的卡片之类的贺卡那样的大小，然后也是可以颁发的，也可以就是盖章，有一个这样的。我们毕业是有一定的纪念性质的，但是从实用性来考虑，我们可以通过二维码扫出你所有的成绩、所有的奖励、所有的在校活动等，然后就是达到一个信息传输过程中的一个最简、最大化、最有效果的方式。所有的这些都是从目的出发的，不同的目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如果是在中国国内授权，就是。而且根据客户不同，如果你的客户要求你完全忠实而且规规矩矩翻译的话是第一个版本，要求你相对有点创新，他给你发挥空间的话，第二个第三个都是可以的。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补充吗？我觉得吧，我先说个缺点怎么样，可以吗？不介意吧。如果是我的话，他上去一个人讲，那两个人不讲的话也站得死他，因为这是个团队活动。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发达的社会，但是又是一个很寒冷的社会，很冰冷的社会。有时候我们需要团队的体温、朋友的温暖和友情在旁边支撑着自己，特别是当你的经验的翻译和大家期待的翻译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候，对。再问问题，我先问问题。你们今天翻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们想追求的最大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效果，最重要的效果对于我来讲，简洁。还有吗？使用还有吗？就是直观，就一看就是一个学位证书。对，很好。他们说他们追求的是最直截了当的效果，意效叫做一目了然，是一个学位证书。那么有没有同学可以给他们一点 push， 给他们一点启发，或者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能达到他这个效果？一目了然，一看就是学位证书。有没有比这个更加有效的方法？就
这是什么？你说什么？不是最终的版本。基本就是。起码效果来讲，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终的效果，他们想达到这个效果。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想达到他们说的一目了然的效果？一目了然的效果，应该会，比如说它的那个水印，可以是整个学校的一个某一个特别有标志性的景象。水印，因为它可以稍微淡一点。嗯、对。然后还有。其实是个启发，因为那个 Microsoft 本身可以做水印，对不对？直接就可以把水印打到每一个页纸上面，很好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学位证书可能如果是个横向的，而不是竖向的，这样更好看一些。嗯，就是就像毕业证一样。对，你看这位同学讲到很多细节的东西，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个是排版，横版还是竖版？一个是水印，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是什么，而是你像什么。当你像一个证书的时候，它的说服力和他适宜的证书是一样的，甚至更大。Look， 这个它本身的样子，特别在现代社会，我们对于人都说颜值，对不对？颜值实际上就是 the look， 它像不像样？您今天说的两个细节，可以增加它的这种效果。要么还有其他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做到？而且你说的这两个实际上都可以预先做好，用在其他的艺人里头，对不对？预先做好，反复使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性质？你看他说预先把版给设计好，再按你把这个字给排好，或者从 Excel 把这个数据或者信息给输入进去，预先把水印给做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性质，什么样的流程？有点像工厂那样流水，就是效率很高。对，实际上就是流水线，实际上就是把翻译做成一个工业的程序，一个流程，对不对？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社会上大多数商业方翻译的做法，因为我们不是靠这种翻译去名垂青史，不是靠这种翻译去做翻译家。这种翻译我们做了一万个以后，还是成不了钱钟书，也成不了谁？大家知道著名翻译钱钟书、唐先生、徐元崇，对，也成不了许军，对不对？那么我们做这个就是为了证明小钱，有朝一日如果你毕业了，不信的话，去了一个翻译公司，你每天做的就是这个。那每天做这个，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快快的结束，赶快做自己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做成一种工业加工的流程，就像流水线一样，事先要做好。那么，如果这种思路下去，有没有更好？实际上你们今天思路非常好，它不是一个文学创作翻译，就是一个商业翻译。我把那个多块好纸做出来，而且做了出来以后一劳永逸，以后都能继续同样的方法。就像你说我用 Excel 输入数据就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看？有啥的事你刚才一提我已经想到了，所以我先把它说，我没有完成一下。实际上有一年我在这里做四个理论指导下，四种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提到过一个译本，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 point form， surname 什么什么， name 什么什么， date of birth 什么什么什么， degree 是什么时候，直接用 point form 把它做出来。你把它做成一个表格，有两个 column， 第一个 column 就是 surname， 甚至我会把它全部用作大写 ，surname 大写 ，name 大写 ，date of birth 大写，place of birth 大写，然后degree 大写 ，university 大写，然后后面的真的名字用小写，
比方说室内照赵大人大学 CHAO， 但是对比如说大概有一个事情 CM 教授有一个事情，那 CX 大学其他都小小，人家一目了然，前面的就是一方事，后面的就是信息，对不对？那怎么样，它像是一个不像是一个学位，真的是像个结论，但你想想，你到你们刚才说到一点，实际上最好的翻译，特别是功能性翻译，自己做得快，人家读得快，简单。人家实际上如果要看你的毕业证书，看的是原件，原件附带一个翻译，对不对？那个格式，原件的格式在原件里可以看到。西安交大给你的毕业证书原件，你附上一个翻译，这个翻译是我们说的表格式就可以。对方假设对方是留学的某个大学的招生官员、移民官员，或者对方是老板、招聘老板，他就一目了然，看了你的证书，然后看这个信息。看证书是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真实的东西。我看你的信息就是捕捉信息，那么捕捉信息最快的就是 TOEFL， 而这些呢，你都要去格式本身在影响阅读体验，对不对？还有没问题？这个没有，还有一组。越到后边压力越大，所以我的学生在我的课程里永远挑第一个。特别是当你看到不同的校友，他能做到自己。第四号是吧？哦，对，很勇敢，这个挺难的。我们今天呢，就讲的这个是，就是。可能那个最后的那个译文也没有完全出来，就是出来一部分，因为时间的有限。然后我们之前主要讲一下，就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就是这个翻译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然后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译文的时候，就查了一下它的那个风格类型，它可能是一个新闻，然后下面的话应该是一个法官的一个演讲的一部分的摘选，上面是吧？一个声明，对，一个声明。然后我们用的那个翻译理论就是规划，然后翻译策略的话是吧，就这个然后整个过程的话这一个风格的话是就是尽量的去客观，然后因为这个比较就是这个整体的风格的话是比较严谨的一种文本，所以我们的就是以客观为主，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尽量去做的那个译文尽量是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然后让中国人好理解。再一个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因为他的受众可能是成年人，因为小孩可能不太懂这个东西。再一个是成年人，然后是成年人是一些比较有这个婚姻观念、有婚姻意识的那种，也不是特别特别年龄特别大的，就是中年人吧。这个目的受众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我们的整体风格是尽量让他们就好理解、好接受。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最起码是对这个新闻有那么一点兴趣。所以我们这个题目的话，就是尽量翻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提一些简，就是精华出来，然后不要太啰嗦，就尽量精简的那个把那个题目先弄出来，然后在后面的译文的话就是。以顺畅为主。效果看一下。可以那个，举个例子。就是说这，它其实是一个引用，并且它是一个定语从句。然后我们翻译的是：即使往事随风而散，爱也能在婚姻中得到体现。可以看到，就是。相对于原文来说，句子的结构还有句子的一个表达方法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动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往事随风而散跟中文的一个歌词很像，而且这句话就是比较符合原文的风格，也比较具有文学性。
然后上一部分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新闻标题的，所以我们就比较忠实于，就是很简短而且比较忠实于原文。就比如说第二句，我们没有说法官在什么上面做出了多数决定，我们就很简单的说法官以5-4的投票概率裁定通过了两项法案。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也猜猜看。写得很文艺，像一个美丽的散文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它既然是一个文章的，它的文体如果跨度变化这么大，是否真的合时宜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这个文本是有一个分析的。上面它是类似于一个新闻标题，所以说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新闻的信息给传达出去。但是底下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引用的，就是它这个法官的一个引用。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外国人可能演讲或者发这种公报的时候，他的语言还是比较有文学性的。然后，而且如果要是作为只是获取信息的话，我想很多读者是不会再往下看的。他就是很简单的知道啊，美国通过了一个，就是全美通过了同性恋合法化就可以了。所以底下我觉得他是就是。主要的用途还是很多人会进行一个引用，那么进行一个引用的话，保留原文风格并且符合中国读者的风格，我觉得很重要。如果要是就写的比较生动的话，可能会吸引读者，所以我们就写的比较有文学色彩一些，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读。我比较八卦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是针对同性的，然后有这个议论能体现出来，就是他的那种，我是个人。我觉得还挺美好的，就是你们的议论里头能体现出来它同性的特点吗？它这个其实不是，就是如果你要是仔细读原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不是就是针对讲同性多么美好，它讲的其实是婚姻有多么美好，就是说这种同性，然后把那个引入，就是说婚姻对大家都是平等的，无论是男女结合的婚姻，男男结合的婚姻，女。先说一点，实际上我做工作坊非常怕冷场，但我的感觉是每个人该说话的时候都敢说，而且都说得比较自圆其说，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很敏感，非常好。另外一点，现代大学教育和现代社会基本上就是谁发声谁有影响力，谁发声谁存在，你不发声的话你基本上就不存在在这个社会。所以很多人，中国人有个叫什么，叫做闷骚还是叫什么，叫宅男，他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私密的空间里发声，但实际上我们要学会在一个公共的场合里发声。所以我相信，如果你今天像今天大家那么踊跃、那么勇敢的发声，你去一个国际上的课堂里，你也可以生存下来，也可以生存得很好，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学生。同学们互相提问题，实际上是互相帮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记住谁提的问题对我帮助更大。谁会提问题，说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看得起你才给你提问题，否则的话，有些人比如说我都懒得跟他说话，为什么？我觉得不值得一谈。所以呢，一定要记住谁在帮你，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刚才说发声，还要说到一点，发声要发很有逻辑的声，就像我们说刚才说讲好中国故事，什么叫讲个好故事或讲好故事，意思说把故事编得通顺了，有根据了，而且自圆其说，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觉得你们三位同学很勇敢，挑了一篇特别难的原文来翻，
你们讲的也很好，也很敢讲，也很敢面对同学们的质疑，有什么说什么，很好。但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可以改善的。你发现没有，你们讲的这个介绍讲的比较长，为什么比较长？大家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会那个方案介绍比较长？怕我们看不懂，没有辅助的文字，没有辅助的成本，还是成品来辅助，缺乏一个效果，更多的效果去实力去说明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只能靠语言去说，对吧？还有呢？我的感觉还有一点欠缺，就是还没把东西想清楚。原文是什么？什么文体？它要表达什么？我要怎么做？我用什么文体？要达到什么效果？还没完全讲清楚。比如说，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挑选或者题目来做。或者这个叫什么？这个下面这个叫主文吧，这个本来这个文本吧，用这个来做，有选择的来做。既然我只有有限的时间，我只能挑一段，那我把注意力放在第二段或第一段都行。如果第二段找一个句子，第一段又找一个句子，就有点零散，证明我没想清楚。第二点。文本的功能，它到底是新闻，还是一个判词，还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文学，要想清楚。它可能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我要给它做出一个定位。当你把它定下来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去发挥。有时候你想它是新闻，有时候你想它是文学，有时候你想它是一种判词，你就会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像你今天说中间那一句你翻的文学性，上面那一句你要把它翻成新闻等等，有选择等等，我觉得好像欠缺了点这种通顺或者连贯性。这一点在方法上有所改善，你一定会成为很好的同学上。我自己个人认为，说到这个文本还要提一点，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也是别人的世界。大家想法、做法、生活方式可能有不同。比如说这里有同性的问题，你好像还专门提到，它不是一种异常的或者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即使这个东西不符合自己的世界观或者生活方式，我也要想一想怎么跟他去共处。而且如果你要做得好的话，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个想象成一种文学的表达性的作品，你更要想，我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即使我不是一个同性恋，我怎么去进入这种文学的想象空间，把它给做出来，也可能要去思考。意思是翻译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一种文本，而是各种可能性，各种可能性的探索和各种可能性的往极致里头去挖掘，这个非常重要。我自己觉得这是个法官的说法，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法官，这是美国首席大法官，超级大法官，对不对？或者他的国家，他的高，就等于是国家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一般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家，他一方面对法律把握很深刻，另外一方面又对生活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解，所以他又在做判词，同时又把自己的一些信仰，自己的一些修养，自己的人生阅历给融合了进去。所以我觉得要翻译这个还真不容易。
你要确认我怎么去翻它。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哲理的选择和自己的表达的意见。有没有问题？先问一下，还有没有问题？任何问题？关于自己作品，关于其他作品，关于今天的工作坊，今天的交流。如果没有，我做个总结好吧？我也做一个示范。我经常说要有理论和实践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在我看来，最好的理论都是能用上的理论。一个理论我怎么用都用不上的话，证明它不是好理论。但我用一个理论，可以很舒服地把自己想法讲清楚，把自己的作品做出来，那它也是好理论。我今天就用其中一个理论来讲，就是 functional translation。大家知道什么叫功能翻译吧 ？Catherine Rice 说的，分几种功能。Catherine Rice 说的功能分几种？对。能不能举个例子？哪几种？信息。信息，那英文叫做 informative。还有呢 ？Expressive 是什么？什么意思？表意就主观性的东西，从内向外把自己的想法给表达出来，一般都是创意性的 information， 一般是从这里抓个信息传达那里，是第三者到第三者，对不对？而 expressive 是由内向外的一种表达，很好。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第三种？Community 很接近。这个词也是很好，实际上 Eugene Meyer 用了这个词叫 community。 还没 Catherine Rice 用的是什么词？evocative 什么意思？呼唤。有道理。 evocative 实际上是我想把我说的东西，我要的效果从那里引出来，但实际上这不是他的原因，他原来用另外一个，想一想用什么东西 ？Operative， 什么意思 ？Operative， 就是我告诉你做什么，操作的意思，操纵的意思。它实际上就是 giving instructions。大家想一想，这四个文本属于哪一个function？实际上还有一个叫 multimedia audiovisual， 这是第四种，我们今天不说，专门说第三。大家觉得这个属于什么？ informative， 就是一种传达信息型的。刚才谁做的？你们三个做。传达信息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的有效、高效、简洁、低成本，可以重复性的传。所以我们刚才你们那个版本也好，很好，做成 point form 也很好。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 informative， 我们把 information 最多快好省的传达过去就行了，对吧？所以那做的。第二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给你们三位同学一个尝试的机会，因为你们刚才选择困难症和定位困难症，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也是传达，也是 informative。 还有呢？还有你说是什么？ imperative。 但我们说的三个方向里头没有 imperative。三种都有意思，是一种杂交体，是一种功能杂交。看你翻译出来的文本的效果，或者是你给的任务，你的目的是什么？每个应该，所以它也跟方法应该不一样。对，实际上虽然三种功能都有，但你说到一点很重要，是我选择的过程，我选择什么功能？
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 informative？ 如果像我们经常说，我们的领导人喜欢说真理，那如果是真理，就把它视作 information， 这是一个真理，我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真理。还有没有其他的？除了 informative， 除了真理以外，还有什么可能性？用来规劝别人，行事之道。规劝别人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实际上，像你谁翻的这个开始？你翻的吧？开始吗？哎，你们翻的？谁翻的？对 ，and don't do， 是你们翻的，对不对？love the country and do not betray it。实际上，这个翻译你就已经把它定位成了 operative。你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有道理可。这是国家领导人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它同时也是 operative。 有没有可能是 expressive？ 它虽然讲到的是真理，讲到的是 instructions， 但是它用 expressive 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用了很多成语，用了很多修辞，用了很多什么，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一个，所以有道理吧。那个毛泽东讲的叫做什么，叫做西秦皇汉武什么略述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对于中国的领导人用修辞很重要，因为他要表现文采。所以实际上这个文本是三种功能必备的，都俱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里头挑选它的。嗯，你们原来的挑选就是 operative， 对，都对，等等，对不对？所以，我给你一个反馈，这位同学，我给你一个反馈，你说它是 imperative 也可以。它是一种语言的表达的 imperative， 但是当我们用理论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养成一种逻辑的连贯性。我今天做这个项目，就用功能，我就不用其他。就像我们说，采取一个视角看一样东西，我不能说我又采取这个又采取那个，那你等于是一种狡辩。啊，我今天就用一种理论，就用 Catherine Royce。The function translation 来说这个，那有三种功能 ：operative、informative、expressive， 就不要突然加入这四种平台，非常好，但是想法非常好。这就是等到有读到博士阶段，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讲，不要一种视角看世界，因为第二种视角，所以也可能你超前。这个什么方式？跟小朋友讲大道理，跟小朋友去做 operative 的东西有点过分。所以我们经常想一想自己的童年，我们有人统计过，从父母老师那里听过一万个 don't do something， 实际上我们把它是做 operative 来翻译的话，我们在延续那种管教的传统。实际上你们今天做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实际上是我们说的寓教于乐，我们用一种不灵活的方法把它给表现出来。但你当你灵活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改变了它的信息，有可能你变成一种生活常识的 education。 如果是这个的话，不但是 intersemiotic， 我会把它尝试改造成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不要老说不要做什么，而是说多做什么，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而且也是对于少年儿童的一种鼓励，而不是打击。这一点呢，但你们做得很好。第四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基本上
这首先是一个法官的判词，比较 informative， 但是它又融合了人生的哲理和人生的阅历在里面，又是他自己一种观点的表述，更多的是一种 expression 在这里，因为他判决已经下来了，他在说我为什么做这个判决。那么今天起码告诉我们，理论和实践是跟你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点，证明这个世界上法无定法，不是只有一条道，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或者北京，我们就想想哪条路自己更舒服、更有效果、更有支撑、更有道理。第三点，就是我们反观自己，我们都是有能力的人，我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我们都是有想法的人，有个性的人，你们今天把你们作用都做得很好，这一点做到了最好。你只要沿着这个路线走下去，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想法的人，很有个性的人。最后提到说一点，就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作品都会发现一两点弱点，那么知道弱点就去改正它，那么一定会变成更优秀。这就是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的课堂，如果有没有意见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吧。好，大家可以下课回家休息。谢谢。